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Wendy 啊。我相信各位女性咧都好中意貪靚嘅，話對於靚嘅嘢咧，全部都係好著約啊咁樣樣。我唔知道大家咧有冇留意到，其實貪靚咧都有兩個準則咁樣樣，兩個出發點啦。咁有啲叫做自發性貪靚啦，即係你對住塊鏡覺得自己有好多唔啱嘅地方，好多嘢要改善咁樣樣。而我覺得我自己咧係比較叫做他發性嘅貪靚。就是通常是我自己覺得都 OK 啦，接受到啦，咁但是很多時候都身邊朋友話俾我聽，啊你呢一度好像有少少衰老喎，有少少巢皮喎咁樣樣，咁而我抗傷咧一直以嚟咧都是對於我個虎紋呢個位置咧，其實都幾困擾嘅，因為我自己對住塊鏡啊，或者對住鏡頭啊，自己自拍都唔係好覺個虎紋有啲咩問題。但是我身邊的朋友就話俾我聽，哇！你笑上嚟嗰陣時候，呢度好像有鬍鬚咁樣喎，又或者是哇！我覺得你好像咧呢個位咧越嚟越巢，越嚟越長條紋，好像又咪衰老咗咁樣樣，咁令到我好 alert。其實究竟我呢個虎紋嘅問題係其實纏繞咗我好耐噶啦，因為我自己本身個面型啦，呢度脹卜卜，但係當初做咗好多唔同嘅嘢，嘗試去修改呢一個脹卜卜嘅情況，令到我個虎紋可以改善啲啦。咁有時呢一度因為脹卜卜，咁我以前就有打個 Botox 啊，或者係碌下面啊，咁令到我呢一個位冇咁脹。但係到人大咗啦，可能冇咗啲 baby fat 啦，但係呢度仍然係有個虎紋嘅問題。咁我都試過一啲收緊嘅療程啊，或者一啲高能量有啲聚焦性超聲波嘅療程。咁但係做咗之後，其實對個虎紋都冇乜效果。咁所以今日就想試一下一啲新嘅自己未試過嘅方法，去到改善呢一個虎紋嘅問題。咁我今日新試嘅呢個產品咧，就叫做 bling bling 膠原針。其實我自己本身都唔係好認識呢個 bling bling 膠原針㗎。咁剛剛咧，治療師都同我講啦，就話原來呢個 bling bling 膠原針咧，佢係入面有呢個透明質酸啦，同埋1% 嘅微鈣啦。咁啊打落我哋皮膚入面，咁啊令到我哋皮膚咧刺激咗，咁啊識得自己生膠原。咁我相信咧，生膠原呢個 term 咧，對於大家女仔嚟講咧，一聽到就已經是隻眼發光，因為其實我們知道皮膚我們最重要的組織就是膠原，有了膠原的話，我們的皮膚就有紋的話就撫平了，也幫助我們補充一些水分樣樣，令到 由裡面開始就令到整個肌底都健康了。咁有別於一般嘅 filler 嘅產品啦，其實佢都有少少填充嘅效果嘅。但係咧，以往可能我哋又要分開佢係咩鏈物鏈啦，其實我都唔係好認識。咁啊，聽到一頭霧水。但係呢個就唔同，佢就係自己打完之後咧，其實一年365日咧，佢都會去生啲膠原，令到我哋咧去 keep 到呢一個撫平共紋嘅效果。咁就唔需要話再去到按啊，或者再去到啲執整嘅情況啊咁樣樣。而再者咧，呢一個針劑咧，同以往我試過一啲療程咧，好唔同。療程嘅話，可能咧真係要等成2-3個月先至有效果。咁其實當靚嘅話，你就係想要有個急需感，有個必須感。我想做完一下即刻靚咗，咁但係要多等3個月咁耐喎。咁呢個等到頸都長嘅時間，我諗冇乜人想去再 experience 啦咁樣。咁但係呢個 bling bling 膠原針咧，就係可以打完之後咧，佢3日之後開始有效果噶啦。咁所以我都好期待，究竟我打完之後個虎紋會唔會可以解決到呢個煩惱，解決到呢個問題咧？咁啱啱就完成咗個 treatment 啦。咁我覺得有別於其他平時打針劑，因為佢冇嗰下填，即係冇嗰下衝緊啲藥水落塊面度嗰個感覺，淨係感覺到咧吉針嗰下啫，所以咧成個過程咧都幾舒服嘅，好難想像一個針劑療程係用舒服嚟到形容。咁同埋我見到自己已經有即時嘅效果，因為其實呢度平時唔笑嘅話咧，真係凹咗落去好 sad 嘅。但係而家咧就變咗填充翻少少位呢兩個位置，咁所以咧就已經冇咁明顯凹落去，同埋冇個虎紋冇咁明顯啦。而家。所以好開心啊！
好開心啊！我終於完成了呢個 Blinding 膠原針的療程咧，大概一個星期左右啦。咁最開心嘅咧就係、我打完呢個針之後咧，隔咗一日，咁我同我妹妹見面啦。咁佢就即刻同我講咗話，我呢一個下陷位咧改善咗好多。而我自己照鏡咧笑嗰陣時咧，都覺得自己係改善咗，已經冇好似之前嗰個一笑上嚟有鬍鬚嗰個感覺。而我覺得係都已經漲翻比以前漲翻好多。另外咧就仲更加開心咧，就係 bonus 嘅就係連我蘋果肌都漲埋啊！所以咧成個感覺上咧係冇咁下陷啦，冇咁衰老啦，都係後生翻起來。所以我對呢一個療程非常之滿意。我確實咧係會推介呢一個療程俾朋友嘅，因為之前都有推介過好多嘅療程，而今次呢個療程咧確實係俾我又快啦，又舒服咁樣樣咧去改善到我需要嘅問題。所以如果要我俾分俾呢一個療程嘅話，我係會俾10分㗎，大家快啲過嚟試啦！